新胞胎区亚洲杀戒是宇宙天文学的道理，节气不是阴历，而是一句天文轨道运行的阳历。节气不只是养生的道理，更会影响到民族的兴衰与历史的演变，借由小乾坤的改变，减缓大乾坤的崩坏。节气乐活家，跟着节气一起快乐过生活。